怀孕期间你都没有陪我去做过产检。婚前就知道我的工作状况是这样了。那我们现在这样算什么？全世界谁都可以跟你在一起，只有我不行。当初要是生儿子就好，你爸就不会离开我了。加油啦，不要被别人逼下去了。家里的负担我一个人扛就可以了，工作那么危险，你叫一个消防员就够了。你妈到现在就是希望你能够再弹琴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什么帮我做这些决定？对对，你工作是救人，是帮人。我每次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跟自己讲，身为消防员代表要坚强，要独立。但我也是人，我也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。说不定你真的可以改变些什么，遇到事情都可以冷静解决。那不像我，我就只会暴怒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困难，但这是我想做的事。5月2号起，《火神的眼泪》。